好热闹啊！谢香，谢香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梁晨，他怎么管你叫谢香啊？哦，谢香是我小名，我家人和朋友都这么叫。哦，那以后我也管你叫谢香。别，你还是叫我谢良辰吧。为啥？你不把我当朋友吗？我不是那意思，谢香这名字太女气了，我不喜欢。嗯，是有点女气，不过很好听。啊，是吗？嗯。哦，这是我朋友谭小俊。啊，你好。你好。你好。我叫黄松，我是良辰的同学。啊，你好。记住，我穿男装就是谢良辰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哎，你赶紧走吧。曲曼婷在哪儿呢？谁？曲曼婷，大明星。她上次见过你穿男装的样子，又见过你穿女装的样子，这次再见到你，再这么出来，就成猪了。赶紧走，赶紧走。良辰，快来，顾远真在这儿呢，快来。死定了。跑啊！现在跑更奇怪吧？那我怎么办？伸头缩脖都是一套，赶紧走，别耍。哎，大家都认识，就不用介绍了。啊，小俊，这个是顾远真，他跟我跟梁晨也是同学。啊，老顾客了，这阵子天天来。天天来，顾远真。学校晚上封校，你是咋出来的？那个破墙拦住我。你叫他什么？梁晨啊。梁晨？嗯。小学，那我们上次在红门，上次你见到的是他妹妹。妹妹啊？双胞胎妹妹。你还有个妹妹啊？对啊，我有个妹妹，她妹妹叫谢香，在清华女校读书。谢香？你的小名不是叫谢香吗？她是襄阳的香，她妹妹是香气的香，不一样。啊，哦，好奇怪啊，兄妹俩人叫同一个名字，也不怕叫错。双胞胎嘛，什么都想要一样的。还有大名嘛。你还有个妹妹啊，叫谢香是吧？没听你提过，什么时候带出来见一见啊？我妹妹小，还住校，出不来。哦，你小时候的双胞胎妹妹啊。双胞胎妹妹不是应该一样大吗？哥哥总是觉得妹妹小嘛，年纪小，不适合带出来见面。我哥也这样。小俊，你有哥哥？表哥，大伯家的表哥。你家大伯的儿子叫表哥，那叫堂兄。对对对对，不是，应该是姨家的儿子才叫表哥。我醒醒了，舅舅跟姨家的都得叫表哥。好像是。